样可以调、啊。导游，你先继续接，主线也接。你就主线接了，然后我帮你打掉，这样。嗯。啊？我要采辣椒了。也不用特地去采啊，箱子里面都会送两瓶。哦，是啊。嗯。嗯。反正就采了一样放身上了。我现在出门就是快捷键的，只带三瓶。哦，有新古古种可以采。嗯嗯。啊，我要去采古种哈，我要什么古太古的骨头达人哦，太古的达人。嗯，太古达人头。那我去，怎么又有？怎么又有什么东西？高估的调查员，你我以为我都解完了，嘎！你又给我任务，又有环境生物，我的眼睛疼，是不是太亮了？怎么了？好亮！雪地上满满都是情侣，对不对？我看啊，我看。他现在是白的发光哎，满满的都是情侣的手牵在一起。那怎么办？他给调暗、哦，我来看一下。那个 ESC 显示有个调整亮度。我是不是不用睡了、啊嗯？怎么了？又有钓鱼任务啊！我想说我都解完了，怎么还有环境生物没解到？所以你要钓鱼钓一整个晚上啊？是啊。啊，可是他没显示惊叹号嘞。你是不是在搞我冲敌呀？耳朵非必要。我只是路过而已嘛，你干嘛这样？干嘛那么凶？对呀、啊，既然你都这样子了，好了，来呀、啊，给你这个，去钓大金给我。No！ 我真的会捶心肝哎、欸。雪球虫好可爱哦、喔。就粪金龟啊。太可爱，我要抓它。雪地分金龟，拜托你不要，他有惊叹号，不可以留着。为什么之前都没有，你突然就有了？温泉银猴好可爱啊！你居然是猴子、啊，你怎么长得跟松鼠一样？不是我烦心你的那个、哦、送我天之龙的票据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原来是要送我票据。哎、欸，我的怎样？哦，这为什么你的蒸汽那边点数都会这么多啊？我去瘴气之谷啊，不是瘴气之谷啊，那个啊，巨魔之地。我跟你讲，你在里面，你不是你在里面泡三十分钟，你就有一万多了。哇塞，哦、没那么夸张、啊，对不起，五千多啦。也是很多啊，就是你去挖古种，好一点会给你700的点数，哦，有200到700这样子，就很像那个啊，宝可梦，你通过那个主线之后，你那个 W 就很多啊，一样的意思。哦，嘿，瓦特，在一个神秘的鱼，啊。那就是在永霜冻土的一个鱼，它在那个直接用网子抓啊抓不好抓啦抓，你不会抓到了吧？我已经生气哦，没抓到，我跟你玩 gay 哦，我会玩 gay 哦，我钓那只钓了五天哦，那个观众说他已经抓到五只，就是遇不到那个巨大水母。巨大水母，你说那天打 UHC 的时候那一只吗？对，那个其实真的吃那个生物园，你去个几次真的会出。好啦，看人品啊！我现在要打这只是什么呀？猛牛龙对不对？猛牛。哦，它真的长得像牛一样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带你多刷几套它的装备。这只啊，它有三个装备是直接抽出那个吃菇装。它
长得好好看哦。你被他怼过你就知道了，更好看。你被他铲过就知道了。他长得好像羊哦。你完了，被他听到你完蛋了。完蛋了，人家明明是猛牛，你说人家羊。你觉得他哪一个部分最好吃？他的胸。要挑部位了吗？嗯。啊，好看。开始扁他。可以进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那是调查，你那个是调查，你可以先。我在啊，我在你们集会所、啊。你先出来，你先出来、哦，你现在是在那个探索吧。到蒙牛的猫猫很可爱，这个啊，我有做。那我先，我叫狗去哦。又一个天之龙的票据啦！叫狗好气哦，好气哦！他怎么了？拿到他好气，害我好想叫福芬达。啊？啊，好想吃甜甜圈。又是甜甜圈？因为没东西可以吃了呀。可以吃别的啊！你既然都叫福芬达了。可是他剩火锅哎、欸，现在麦当劳还有，呀心动了呀，不行，可以，不行，承接新任务，好了，好，给本大爷一个笑。他叫我评分，就我都是英文跨龙门，反正就五星评、啊、分，五星好评。我、啊、说偏打那边啦、啊，对啊，啊你弓箭用的习惯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比之前好用，只是那个龙箭矢哦，我都会不，因为它是在原本瞄准的地方，我都会不小心按到，哇，然后站在原地给人吹、哦。好吧，因为我的花是有侧键，我的龙之箭要侧键两个同时按。哎、欸，我也有侧键啊，可是它按 C 也有啊。不，我要来用。更换道具，哎、欸，忘记怎么更换了。他按键有换 ，ESCFF， 哦 F， 我是改 Enter 了啦。呼叫哦，好了，好了，等你，出发。这是什么？空白，空白两下，不要按 Enter， 空白，然后 F。空白好多下啊！你看一下那个你的下面有显示什么？请选择要传送给对方的讯息。你 ESC， 嗯，嘿，然后 FF， 我不知道你的画面是怎样啊？哦，浅了。你刚刚是按 Enter 是聊天。我刚刚按空白空白，然后就变打字了。哦，嗯，为什么我们空白空白就是准备 OK 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要空白 FF， 它才会那个。就你最特别，就你最特别，标新立异。啊，那云月你拿什么？长枪。哦，怎么那么像刀？它是长枪。噔噔，先拿个水流珠，水流球，可以拿光胎。你也喜欢光胎哦，很棒啊！打得他满脸发光。安安，嗨嗨，妈，我上电视了！耶、yeah, ，上电视了！你变漂亮了吗？有变超漂亮，漂漂哇哇，那你就不再帅了耶。我还是很帅，又帅又漂亮，帅的漂亮，又帅又漂亮，是哟、哦。带酱油打龙啊、哦？对啊，他带我们打龙、嗯，怎么可能？
酱油带我们打猛牛，超强！我要死在猛牛脚下了。猛羊龙一个人打 2.6， 好猛哦！哎、欸，你们现在还看得到他们的血量吗？看不到，没有啦，看不到。那个等之后吧，可能还在弄，要过一段时间。对啊，没那么快。等人家做模组嘛，这么心急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听我解释。你又想解释？一天到晚都在解释，都跟你讲啊。哎、欸，至少我还想解释、欸、光胎。哎、欸，他想捡光胎啊？哦，你那也捡？哎、欸，你们都开打了？没有啊，我在抓，没有啊，我在抓青蛙。他是用长枪冲刺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哎、欸欸，我被什么东西打？哎、你有解坐骑？哦，对啊，坐骑啊，我的双脚。我要帮你甩！哎、欸，天哪，这是怎样甩不开？我走回去啊，走回去啊，走回去啊！小金，呀、yeah! ！这边我记得有让他撞墙，让他撞墙，来俩不？隐约脱离任务，你脱离任务、欸、了吗？对，我断了吗？对。不是啊，等一下我就动下那个哎、欸，动在那个。我看他没有，因为我刚撞了猛牛，他大概延迟了大概三秒才去撞墙壁哎、欸。是我在那个吗？你在那个，我不会动了。我看他在撞砍墙壁哎、欸，超卡哎、欸。啊？没事啊，我钓鱼很顺。我看他一直推着一个石头一直在推墙壁哎、欸。他动作很奇怪、欸。你还好吗，猛牛龙 ？Hello， 是我卡住了。Hello? 不是啊，我看其他人都不会动哎、欸。大家都各自断线了吗？没有哎、欸。Hello， 你们在动吗？有啊，我自己你们有事。你们在打猛牛龙吗？在钓鱼。我们是打同一只魔物吗？请问杰克，你有看到我在动吗？我没看到你，我只看到你们的方向正在旋转，可是我有看到你在动。我到底什么时候会断线呢？我、看到你了。啊，我断线了，他终于可以动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在瞬移啊！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。啊！我又按到熔剑死了。好，波波，波波，波波，走，快点，波波，快走。我看顺的呀。现在正常了，刚刚不正常。哦，又是云月的问题是不是？我的问题，可能我这边网络不顺。对，没事没事，小问题，网络问题。网络问题，你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哎、欸，注意哦。干嘛？杰克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杰克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杰克。我怎么了？啊！我也蛮好奇我怎么了。杰克不要动，杰克不要打。魔物又卡住了。杰克，你看哦，雪崩哦。我也没有哎、欸。快跑啊！快跑啊！这石头是真的。快跑啊！雪崩啦！啊！我差点要绕回家狱了。雪崩啦！我就说雪崩好。我还活着，这雪崩延迟蛮久的、欸，活着。没有吗？因为我刚撞失败了。你为什么没撞成功？会蛮快的。哎、欸，我还活着哎、欸。活着啦，这只会伤害魔物。对。不要把只会越滚越下面、啊。不要把自己想那么脆弱，你是猎人，你很坚强。对。逆境中求生存。哎呦。晕啊！对啊、哦，我又按到熔剑石了，好生气哦！拔掉那颗剑啊！前几秒不是才说你习惯了？原来都是说谎。嗯，你为什么爱说话？我就你为什么爱说话？熔剑石啊！熔剑流，拔刀熔剑。切你肚子，菲力牛肚
你用蛇。哇，完蛋！啊，我完蛋！你听起来就很好吃。你再按一次，我就再嘴你一次。可以啦，你为什么会沾到 C 呀、啊？因为我之前瞄准是 C 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就那你就改回来啊！头上的落石是不是可以打？伤害超低，你想试试看吗？是假的？超级超级低，我找石头。快再撞欸，我再撞一次哦。哦，好像不行了。我看到石头会直接卡在他的头上，然后一直旋转、欸。他突然跌倒，哇！欸、他是有会魔法、啊。哇！我这一段一定要剪出来。这不是他是不是会魔法、啊？我麻了，自由。我被射他。啊，他麻了。对。我看到没有麻，他走掉了。哈哈，等一下，我在玩不同。你们是平行世界啊！同一个，我现在看这样子会射你，你知道吗？同一个空间玩不同游戏。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，我到底有没有输出啊？啊，他马，他的马了，他马了。你也太慢了吧！我不知道啊。你是慢了我们平行世界。哎、欸，我慢了多少秒？十秒有吧？差不多吧。你不是看台吧？赶紧在看台、欸。不是啊，我这真的在打、啊。我，那你看我有在打吗？你，我看你在打空气。真假的？你在超卡的、欸。你在打空气啊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为什么要射我？哎、啊，我会被空气撞吗？你帮我看一下。他还撞你 啊！他还撞你啊！哇，你把石头顶爆了、欸。强吧，强无敌！你在开外挂、啊，可能是不能信奉邪教吧？哇，你好强哦！你怎么从石头里面穿过去的？孙悟空啊！哎、欸，他倒了，先预判哦，十秒后他会倒地哦！好好好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个倒大概三秒，这个倒比较快。那好了，延迟越来越少了呢。让我上去，那就零延迟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真的，你只要再延，我的频率快接上了，快接，你要跟上我们的进度了。啊！你在笑什么？哦，去撞墙啦！这你看我打人家在空干吗？你在打空气、啊。你被撞飞了，你被撞飞了。你刚刚很多都射在墙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有现在有，你现在在，我看你在捡东西了。哦、oh, ，好像相同频率了吗？你在射是？你这是啊？你在撞子弹？哎、欸，撞子弹好。哎呦呦，相同频率耶！ Yeah! 那我按这个嘞，一二三，按。要吗？讲太慢了啦，我还在找。黄眼，黄眼，哎、黄眼。我没子弹，我先走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撞鸟不算哦。杰克，你有倒吗？过来。杰克，你被打了吗？我被打了。好好好。我被他的鸟脚撞了。可以，频率一样了。走喽！我在喘气，他刚好跌倒，我竟然在喘气。你太累了。啊！好痛痛痛痛！啊！痛！啊！石头！石头！哎，格挡，没放出来。为什么我的贯通可以自动换弹啊？自动啊，
知道哎、欸，箭头往下是自动哦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玩。转过去，再转过去，转下去。好、啊，你这时候可以融资箭了。我融了，融了。你融了，好，你耳塞插满了吗？听不到了，听不到了。开陷阱，开陷阱，开陷阱！哦，麦克丢啦！我回家一趟。他现在是还很有体力，还是累？还有体力，还有体力。他没有补，还有体力。单发自动充电，酷酷。请回来玩太刀好吗？你看看太刀有个收纳动作，咻咻两下哎、欸。是我玩过了，然后我还是间接不到。你如果隔挡到很帅耶、欸哦。是，但是那是梦想。他们要开干的吗？看了、啊，你看哦，干起来了。有没有似曾相识？泥鱼龙跟土沙龙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模组换了一下而已。我也觉得，然后颜色换一下，然后脚改一下，剩下都一样。他停顿了，哇，完了，哇，我又不同频率了。我现在看他也停顿啊。啊，有啦，他中了。他刚刚只是掉线吧？你干嘛那么急啊？很快就重新连回来了。掉线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嗯，他现在重新连回来了，你看。啊！赢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干架。我现在看什么东西都会瞬移的，好棒哦！杰克，你被打了、欸，好棒、啊！杰克，你在射空气、欸？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我看波波被缠起来了。我在撞他，你有看到吗？他倒地，你有看到吗？没看到。他麻痹，看到了。他麻痹了。他，我看他是倒了，不是麻了。我看他也是倒了。啊！倒下来了。呀！他掰开了。他跑了。他掰开了。耶、yeah, ，他倒了，撞头吧，抓吧。哦哦哦，那我要那射屁哟、哦！那我还射他屁股，射屁哟、哦！还我一个陷阱哦！他卡住，啊，他都抓到了，真的很累。你最后慢了两秒。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他站在地洞陷阱上，抖了一下才往下去。人家想抖嘛，你可以搭蒙牛三套，然后配个快吃，你就很舒服了。过来，我这样打到毕业的啦。蒙牛龙的蒙牛尾巴，哎呦，八三个蒙牛，至少我可以跟你们打完。有啊。哇！我捕获了50只哎、欸，50只啊！魔物啊！哦，我已经捕获50只冰原吗？对、啊，冰原的50只。我说怎么可能？世界的现在才跳出来。哇！现在过场动画很好看。啊！是点了，我先关台啦。嗯，好，关台。这样有没开台啊？没有啊。哦。干嘛不开？对呀、啊。我本来有要啊，后面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我还在开哦。嘉义。
我还在开，因为那个嘛。因为我在开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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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开台。因为我因为那个对不对？我在跌倒，撞到头，觉得头很痛哦，所以就很伤心，太过于伤心，不开了。哦。然后隔壁的人还在笑我，让我很心。你也太玻璃心了吧！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笑什么啦？”就是啊。然后他就说我长得太好看了，他才笑哦。你在玩从前从前哦。从前从前有个人在慢性花下蛋。哎，我来了。哎，他之前有干嘛呢？我刚刚去那个去弄脸嘛。啊，挺好笑的是，是就因为我弄雷射弄脸，然后最后他要那个就是要术后要冰敷，他先上一个药膏在我脸上，他涂着涂着我就闻到一股很香的橘子，我说哦，这药膏橘子口味哦，然后那个护士就说，护士就说抱歉啊，我刚刚在剥橘子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刚刚洗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这么臭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在那上面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你不要抖，你不要笑，你不要抖，你不要抖了。抱歉了，刚刚吃橘子不吃，超白痴的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个药膏也太香了吧！而且是这种不是那种调味的橘子，是真的橘子香味。我说，哇，好香的橘子味。抱歉呐、啊，刚才剥橘子啊！听起来好，哎，嘴巴没张开，我要吃。你没有问他，我怎么没有？嗯，他说等一下，我去拿给你，还喂你吃哎、欸。可是你要自己剥。那我在上面就一直笑，然后嘴巴停不下来，就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白痴！女的是谁？酱、油啊？杰克啊？嗨！嗨！嗨！你好，他是杰克，我是杰克。你是杰克子。太贱了！够了，够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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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好恐怖、哦，真的，帅吧？哎，我一个人打，然后算那个四个人的钱啊！太坑了吧！坑！好了，我要关台了。好，那我撤了，我去隔壁。哦、oh.。还有人在开吗？因为现在在结尾。六。啊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新歌突然就有人叫。哦。HTT 他们嘞？我刚才才回来，没多久。哦，我说 HTT 他们嘞。应该不在吧？我八点多的时候就去吃饭了。哦。不过你可以 take 他啦，那应该是在那边跟江江吧。哦，猎魂跟奈斯来了，这么快？你好，走啊！我听到他们要关台，你要过来了，所以我就跟过来了。走啊，巨魔啊！走，正在啊。啊，你的那个嘞，金火龙出来了吗？我刚刚那个是角龙，然后不是一个六，我看到又看到一个六点的飞龙，我是不知道它会是什么了，所以说。应该会更高吧，六点我感觉有点低耶、欸。那就慢慢找啊。好啊。我觉得以及要找那个宰彩旗的那个争斗痕迹，你还不如破坏部位比较快。哦，对。毕竟现在飞龙种可是很多的、欸。多，角龙也是飞龙啊。力战角。力战角。飞龙叫出来都是力战的啊。你要打？我直接打喽。打。红哥也是飞龙，然后我等下进去。这边有个玻璃的鱼，巨大种钓不到。
刚刚真的是玩到笑死、欸，用言辞在沟通，互相支援。我还故意骗杰克说：“哎、欸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麻了麻了，我、哦、白痴哦，玩到。”我要你快。不屈是只有50分钟吗？啊？我现在大概打个两条龙再去补也可以啊。差不多50分钟。你里面有四个人。赞啦、啊！嗯，哎、欸，反正你没有要升那个嘛？哪个？哦，算了算了，你们都进去了。我想说我要打陆三虎的，可以啊。没有，先打你的啊，打完再换我的。我还在想要打什么？我是单纯想要回血。什么回血？我觉得回血要克制到第二阶才比较多吧、哦。不是啊，我是要那个啦，抓环境生物啦。算了，我好像没差。那回血他们能打，我们也不能打。我们还没到那个100等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对啊。我、欸、哦，这是雨月的机会是吗？哦，他这个边边很难撞。对耶，我不在。看一下啊、哦、，HTT 一个人。我多解了。嗯？他刚好红眼，没事。又挖土了，嗯，还没不会破坏啊？问他，你点哪里？我就是他八成还在打自己。妈呀！都很认真在打他翅膀。不过连箱子都买了。靠，你的猫爆掉了。哦，你也快爆了。动画名片。复制集会所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就直接贴到那边去。你们是打调查的吗？有调查、啊。新闻啊，还有那一次啊。哦。对不起，我跑错地方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想说奇怪了。孔梅拉塞。跑错地方了。哦。我喝了硬化和鬼人1400、1400、1300。哇，嚣张哦！哎、欸，你怎么自杀的？用爆筒。用爆筒。对，用爆筒。啊，然后你的步区是插在什么上面？我的步区哦，我是插那个一个下位凶残龙妖侠，他有技能是步区。哎、欸，啊，然后你就直接换的话，步区还在哦。要换到有步区的装备。对对对，好，不能换到没有布区的，我来试试看。因为我的装备有差，隐私设定啊，我进不去。更变装备，哦、那我是好友的吧？应该直接给个集会号码，应该可以。我给了，我给了，我给了。哦，那我等一下再，我等一下出去挑，或者是等一下换人的进。
我太能跑了，打几下肚子饿了。什么？我看到自杀喽！我是两个爆桶机加两个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爆桶。我那天是用爆桶死的啊。嗯，我一开始用两个爆桶，想说啊靠，死不了。哦，这个是谁啊？难怪我小时候进不去嘞。